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今天是1月2号，我们今天重头戏是在9:50，到时候我们争抢下史莱克的城主。今天，哎呀，我觉得说什么也要拿一个城主试试吧。我们今天现在呢，就把该做的日常还有什么魂灵先抽了，最好啊，我今天我想先抽这个魂灵，最好这个魂灵塔能够直接给我一个暗黑系的，然后我直接就升30星了，就差一点点，抽24。吃过了，吃过了，大家不需要担心。好，没有，再来一次，给邪神五碎片五个。哎呀，给的是冰熊王，完了，还得再等一天。哎呀，拿出我那次一次，一天抽到2次红色的魂灵的那个运气来就好了。可惜啊，冰熊王给他升并没有什么卵用啊。这里我的万能碎片够吗？我想想看啊，各位，我们这里有30个万能碎片，这儿是差50个，这个差60个，这三个，哎呀，完了，就是不太够。哦，双狼是到不了的，对吧？一二三四，其实我可以先开4个呀。双狼是到不了的，我才发现这有点难啊。我们现在的魂灵现在是25星，对吧？25星，完了。我原本以为我只差一个了，结果现在发现差2个双狼，这好难啊！再等等吧，我们群里应该拉着小萝莉，到时候就拜托你吧，对吧？拜托你了。这里我们先把每天该做的做了。先挑战挑战，好，今天我发现这个输出直接变成60亿了，这应该是和我们把魔镜王和绝罗刹给狐狸有关，狐狸输出上去了，最重要是这个原因。然后今天这个倍率登录5天了，然后1200点，这个也可以到。然后今天我们打经验副本的话，估计能升到97，然后接着再看一下能升到98，能升到98就太棒了。好，我们现在把工会的东西领一下，然后挂机验领一下。新活动昨天抽完了，抱歉你们来晚了。来吧，我们右边活动稍微看一下，这充值福利还是得要充啊，充198，每天必备。完了，29.4，穿这个就啥也没有了呀，对吧？每日的礼包买买，今天好像又可以给这个技能去升级了呀，升星啊！这个家伙再买点吧，不要买多就是了。红玉、长字、荣誉，拉满拉满，差不多。新活动花不了多少钻石，是这样的，所以以后我们只有那个海神套。这样的大活动会充很多钱进去啊。我们昨天其实也花了个4万多的钻石啊，4万到5万的钻石。其实这个活动消耗的还不少哎。好，东西差不多好像完了啊，还有个豪华荣誉。守卫史莱克今天，哎呀，干他们！切磋榜又失败，减了1分。魂环没有满了，今天我们又要好好去调教，对吧？哎呀，不知道今天这个调教管不管用吧？先领取奖励吧，紫然长。充值好礼领取一下，周年庆还有多久？这个不清楚啊。我和莫青关系怎么样？我是有大佬的朋友认识他，就是8021的大佬认识他。说起来今天发生了那个今天的那个七里客服啊，他跟我说有的观众去搞鬼啊，怎么搞的？给你们看一下，今天给了一个3杯药水，没有关系啊。他说我的号是不是被他们看到了，被直播间观众看到了，有人拿着我的一个账号名去他们那里去问这个累充是多少，还有人想要去找回。真的是非常的骚，你们都怎么想的？太夸张了！周末礼包昨天已经买过了，不好意思啊，不然它会有这红点的哦。今天这个特训也是，等到10点钟之后我们再拉，可能55会拉一次，摇一下摇钱树。一星回合你找别人问一问吧，对吧？这个别强求，对吧？这里的奖励领取一下。好，现在我们准备升一个什么？我们还是先给这两升吧。残月印、隐月席、弦月姬这些我全都要。小破站有人到视频，那欢迎他到，到了之后给我宣传宣传，挺好的，没关系的，咱大方一点。然后斗人场，我看他们这个积分今天也不加了，他们已经准备留着分儿，下一次再充了。还会接手西游的号吗？西游的号今天有人发这个截图给我，他那个号已经有40亿的战力了，挺厉害的。但是我不会考虑接手那个游戏啊，我不会考虑接手那账号啊。我现在8000区，那么多水友跟着我一起玩呢，我得要对他们负责到底，你说是不是这样一个道理？哦，牛的，好的好的，牛的要升到紫2星。差了一个，谢谢你的提醒啊，差点就忘记了。来，饕餮神牛正月之玉来一个，身心走起，好，刚好，狂热就别吃了。哎，狂热现在也可以吃啊，我现在狂热已经满了，没啥用。好，加了23000，看起来不厉害对吧？但是这里结算时间就变成延迟5秒了，之前是延迟4秒钟。强化的话，看一下给谁吧。这里最好先搞几个100万年魂环出来，这47万年的胧月先给他升。我买内丹吗？内丹30块钱收一个，你要有的话给我，有我就收，好吧？
再开一下，这里是元旦庆典，庆典令15个，珍稀材料，再来个啥呢？其实今天你看没什么太多事情可以做啊，都是得要等到9:50，我们去拿这个学院城主的奖励啊。然后今天我9点会开始录制一下，那会儿会开播个5分钟，非常抱歉，我就是这样子，就是一会儿一会儿的，不好意思啊。今天为什么9点开播？因为我想去堵一下他们的路，我不知道能不能堵得住，但是咱们去试一试。我希望能把7982、7983给堵住啊。这里坐骑稍微升一下，坐骑强化最后一个可以升的，也升到19了，现在再升就不让升了。我们去打打 VIP boss 吧，世界首领在 CD， 走，月刃两个升到紫三星，其实今天想升也可以升啊，可以强行升的。我考虑考虑啊，国服七里，我的天哪，你就会发现经常有这个新的名字出来，还挺有意思的。然后今天开始我们这个小姐姐帮我们剪的这个视频贼 nice， 一下子每天就能多更新一些这个视频了，非常的棒，真是有三个买狐狸的置换过来是吧，买个别的置换呗，狐狸的话还有用的，这给了一个坐骑残魂啊，你看这个还是能打到的，但是比较稀有。狐灵三十星啊，今天到不了，今天已经抽掉了，你来晚了呀兄弟。今天一上来我就想着把这个赶紧抽完啊，这怎么连带星的都没有，这魂盒打了就跟没打一样。这个可以合成是吧，先把荣誉使用了吧，红玉再稍微升一下咯。来我们考虑考虑现在就是拿什么去转换一下啊，现在就是残月印和影月席，残月印800，影月席1200，好，搞个牛的吧，地脉之力来一个，但是地脉之力其实也有一定的用处，镇月之魄，好，就拿这两个换吧，或者买个封印 OK 了。来我们转换一下，那些没有新的可以给你吗？你连没有新的你都要，不是吧，这儿需要兑换，不知道运气好不好啊，先来个500的，这儿拿镇月之魄先出来，我们要一个影月席啊，这就是1/10的概率啊。镇月之玉，这个镇月之玉要不要，这个其实可以要的你知道吗，我们再用别的对吧，这个封印没有关没有问题啊，封印是和这个残月印的，行，残月印来一个，没有复古虎火其实也可以要，顶级震荡不需要，地脉之力其实这个给神牛其实有点用啊，升级坐骑升级不了啊，等一等，这个封印其实再来吧，虎火其实也可以要哎，哦，虎火好像已经红星了，红一星不需要，想起来了，这你看就换不出我想要的这玩意儿，这个其实又是地脉之力吗，再保存一个，哎呀我的封印都要没有了，好，红月弥天不行，这500荣誉就没有了呀，各位这个真的是有毒，又是虎火，我要一个残月印啊，好来了，1200年的就是镇月之玉，哎，这个镇月之玉用了吧，来个影月席啊，不行呀，好，影月席来了啊，今天这运气已经算好的了，节省了啊300-400的荣誉，来吧各位，可以升星了，连升两星，残月印升席，天罗地网不要了，走你，这里你看加11%的伤害，降低他2%的坚韧和伤害减免，现在这个应该更厉害一些了，影月席周年庆什么时候出，这个我真不清楚啊，不好意思各位，下面现在这个感觉魂兽高级魂兽内丹不太够了，我这里需要一个两个三个对吧，然后狐狸这儿需要两个，就5个了，5个之后某些别的地方比如说这种神化身也需要的，我们清理一下这个背包，我们就准备9点再来吧，当然这8点我会欺负一下他们，去神界逛一逛是吧，我们其实应该先调一下看能不能揍赢这武汉啊，这个感觉很关键，这儿有32个留着吧，留着明天搞50个啊，5个和50个好像是一样的价格，哎那就抽了吧，跳个动画啊，5个庆典令就给这么点啊，185，这个我已经不需要了，我不需要这个券，给我点别的材料吧，武钢也不需要，啥也不需要，学院秘宝这里的东西我们都兑换完了，现在只有这个矿石可以兑换，对了吧，你们说坐骑为什么可以升级啊，坐骑就哦是这个东西，坐骑残魂啊，啊懂了懂了懂了，我靠，20级激活是5角色坐骑骑术生命，这样是给谁升都一样啊，我还以为打到的是普通材料，结果是这个玩意儿坐骑残魂，我们找个厉害点的坐骑，光明圣王龙，哎光明圣王龙还不让升，他还差了30个，我们再去买点魂石强化礼包，好，来光明圣王龙，他要材料就要多一些，好奇怪哦，解锁了加了多少，加14万，再升要143个，哇那之后又有的升了，
首饰我们合成一下，一件两件，还能再合一个紫色的，可以咯。我们准备去和武汉协作一下了，现在已经升的差不多了，这儿23万升起来，我直播一天能赚多少钱？直播如果单纯只是靠直播的话，应该能赚个100块钱左右，就一天啊。别看大家送了一些这个礼物，但是拿到手的差不多就是这么多钱。视频一天多少？现在一天有个300-400，之后如果视频更新上去的话，应该还会再增加一些，能够到个600-700。因为这个游戏它其实不是特别的热了，然后这广告收入它就不是很好。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，就是因为我们这游戏做的系列很长啊，每天更很多很多，也有关系。更太多的话，它就会受到这个影响。庆典令的话，哎呀，比这个吴刚要好，至少啊，这个都有啊。我还以为2选1呢。庆典令再开一下，下播之后是9点钟再开。这些我们下来自己开了，不耽误大家时间。这三局我看一下啊，这个也能开7点的兽魂，迫不及待想要去和武汉一决雌雄了是吧？可惜了，我现在就只有一个回收内丹，我好缺啊！永恒之树可以提升了啊 ，nice， 这个就差点就满了。这里我们今天好像不太够升97级，升97要50000亿的经验，就够这种东西升10级了。我的天，91级才只要4000万亿，90级的时候是89升90只是要1200万亿，所以这个经验变得太夸张了。每升一级，现在像是每升10级一样的困难。这儿升完，来我们挑战一下，这是武汉直接切磋吗？直接切磋，我怕直接被打出屎来，看一看吧。好，现在看一下狐狸，没有选项特别的惨啊，我还觉得可以接受。狐狸一定要熬到42秒吧。好，他的牛也死了，但是我的牛为什么死那么快？完了，我狐狸先死了，这样就没戏了。他今天好像有点猛哎，他这个输出明显比昨天要高，因为你看这个时间很短，但是他就爆发很足。他是搞了一个疾风连击是吧？每5次攻击，下一次攻击造成伤害加2.5倍，然后就留一个神兽化身啊。他是这样一个安排，他是单极限，我们是双 C， 双 C 如果肉度不够，就是要这样被他狂揍不止。你到这级别直接高级升级单是吧？高级升级单98再用对吧？那种单很难得到的。现在两边都是96级，然后你看这等级就追上来了，哎，好厉害啊！就别死，然后控他一手，我的草啊，你控他一手你再死好不好？来，蓝银棒枪插他，好插了一下，然后他无敌触发了，他无敌先触发，看一下有没有机会打赢他。他牛先死，我的牛就是刚才我的牛死太快了，不知道是为什么。好，这儿再控一下他，我草死了，应该晕他一下。我的狐狸也死了，我靠，他怎么那么猛，砍瓜切菜一样。但是我的牛还是没有死啊，我的这个草死了以后应该是把他眩晕住才对啊。他这次只打了89亿输出，后面疾风没得用是吧？这儿我今天还升了一些星，反而变得很菜。最重要的原因是他这个输出上来了。哎呀，我们这个双极限还是要继续被揍呀，这抢这个城主是真的太难了。哎呀，所以这儿不丢人现眼了吧？最后这个三局两胜我已经败了对吧？今天已经败了没关系啊，待会儿看看运气好的话还能抢一个城主，运气不好就算了。生命之种没有必要留给月刃，但是月刃给他留个啥呢？留个啥比较好？圣灵之力吗？这个很菜的，非常的菜。这只是一个三星的。给狐狸呢？狐狸能多扛一下吗？哦，这里我为什么要给他一个红一星的生命之种？就是一开始打的时候他把我血量打得太惨了，如果我上这个的话他不会触发那个平死，如果我不上的话他的那个相当于是无敌就提前释放了，这个是不行的。各位，草幻熊，草幻熊，我牛还在前排都没有死，熊有个屁用，熊就是扛个3秒钟就死了，我是牛在这一直扛着。好，这里我听大家的，你们想要折腾陪你们折腾，不就是折腾来折腾去吗？这换一个陈胜，我的狐狸主动技能就只有一个吗？就只有一个迷魂吗？他主动技只有一个迷魂，这是被动啊，圣魂突破也是被动，这我配的什么垃圾玩意儿？完了，狐狸就一个主动技能，那他就一直罚站呀。这应该搞一个那啥啊，我不要圣魂突破了，圣魂突破有这个输出，也有概率眩晕。哎呀，我的这狐狸原来就只有一个主动技能，我擦，这是很伤的。这里来听你们的，我就留一个肉，这个生命你们非说不行，无尽王给他剃了，然后他的绝罗刹下了，闪生命给他，然后再把这个布区扔了对吧？他搞单极限我也搞嘛对吧？那就是这样子去弄，布区再给他来一个狐狸，后面换成肉桃的虎骨换突袭，这儿换什么都换不了。哦，虎骨的话不想换，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强力的减伤，我就希望它能多扛一下，所以当时是这么换的。
觉得万妖王可以，不错不错，还知道个万妖王，但是我现在怎么搞嘛？然后，修罗套装可以考虑给月刃试一试。我们先等等，这下月刃输出要稍微高一些，但是我不确定能打赢，好吧？就卡住了，来再切磋。好，修罗套都给月刃，我们先打两把，待会儿再看，好吧？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变化。啊，不过这时间不够了，你看，这直接就平死了。他直接就平死触发了，你看这七里网络这个盾已经触发了，不带生命这种他直接就这样子了。好，他牛先死，然后我不会被他一个弦月姬秒了吧，这里就是怕一个弦月姬就给我月刃秒了，这打赢了。但是这个很奇怪啊，我的月刃是输出要高一些吗？不取决于这个吧，稍等，这个我真的看不懂啊，这个就64亿，他45亿，其实输出没有高多少。这是再挑战一次啊，然后我们就去打这个千月血了。摄魂夺魄要换的话只能换摄魂夺魄啊。等一等，多一个主动技还是有一定的这个伤害的。又是残血，他的那个修罗套两件套的套装属性和对面血量置换是出 bug 了。他应该是两个到三十血的时候，对面应该置换了一下，应该是有一个会死掉才对。好，先把他天使给揍了。他天使死的慢的话，我赢面就少了。好，这儿又被他给秒了。这里的话我试一下，今天这个牛又变得更肉，只要狐狸站得住就行。我知道，但是他这个不讲道理，你知道吧？这千血先等等，我先把修罗套卸了。修罗套卸了以后，这个牛不太能站得住啊。但是不妨再看一看，打个两场试一下。这狐狸该肉的话就多肉一些。我现在输出最重要是靠这个月刃。好，草死了，他应该是被控了一手，然后直接就被秒了。这个牛比他牛先死，我靠，才将将把他牛给秒了，这什么垃圾输出？这分掉的好夸张啊，他只有137亿输出，我什么时候才能打个100亿输出？来，最后再切磋一把，然后我们就去参加御敌，就不录了。这有时候凭运气是能赢他的，但是输多胜少。三阶给顶试一下，现在的话更适合三阶给顶，你看这狐狸就平死，然后狐狸他无敌其实就触发了的，真的好难受。好，这儿以他的牛先死，我们的草先死了。好，我的牛死了以后应该能限制一下他。好，不行啊各位，我的月刃为什么在他月刃面前就会 像一个渣一样，这个我真的没有懂，我只能理解成这个攻速，哎，真的牛掰，攻速强就是厉害，互换配置有冲突那也不管了，好吧，这里除非你能给我很具体的建议，不然就算了。这是小天啊，在这儿打这个 boss， 你们先鼓舞啊，拉到50能打赢吗？好，他直接出了，那你没了呀，我们再鼓舞一下啊，这刚进来就可以抢小天一个 boss， 很 nice 啊，啊，他直接走了，哎呀。啊，给了一个两星的魂王，还不错。好的，欢迎回来。现在还有40秒，咱们的活动就要开始了。我们好像堵不了别人，那个小天还是有点刚的。然后准备进去挨揍咯，守卫史莱克，12秒后开放。我们这次应该还堵不了他们，下次有可能可以堵啊。当前不在挑战时间内，哎，这有问题。就我提前进来了，他就不算，得要时间到了才进来才算啊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今天晚上还发生了一件事情，待会儿和大家说一下。好，拉满了，李达上线还有27秒，可以去这里19级，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武汉，他好像已经离开了，欢迎送武汉大佬，没事常回来看看，对吧？大家都对这个武汉说再见了，嘉宾客串，这武汉已经卖号了，据说啊，我不确定百分百的确定是不是这样子，但他们说武汉的号是卖给了这个丁香，5万块钱卖的，这儿，哎呀，已经被友方占据了，我来这守着吧，因为他也会被别人打的，我直接进来。然后武汉如果走了的话，大家也不用担心啊，因为他那个号上面还有很多钻石。哎呀，小天把我给揍了，这个人牛掰！哎呀，厉害了，厉害了！我休整要休整一分钟呢。我们吃一下这里的攻速药水吧，别的也做不了什么事情了。武大小天是有概率可以打过，所以这一点很难受。好，再进史莱克，这小天还往上走了，堵不住他，你知道吗？没关系啊，我就接着在这儿堵着。这儿来一个人啊，然后去把小天给锤了。哎呀，还是打不死他。哎，这几个战斗是真的让人心烦，那阻止不了他了呀。好，这再过来，他血量，哎，这挑战不了呀。好，再来挑战一下，终于赢了，这个是真麻瓜。然后这鬼斗罗揍了以后，他应该下不去了，他就会留在这儿复活营地25，应该会在这儿啊。主神加持都打不过是吧？现在我们是攻击力加20%，确实是菜啊。这武汉已经上来了。我们大概过个30分钟把这个城主挑落下马之后的话，就9:50我们再上来。现在我们已经意识到堵不住了，这个没有办法。我要不要先来这边营地啊？我想想啊，先过来吧，因为堵不住他。这小天
打他输多胜少，干不过的。好，队伍休整中，他就把我干了，对吧？这个我们就回哪儿去了？我们来这里了。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小天已经被我坐在这个笼子里面去了啊，关在这儿他出不来。小天在里面，然后什么旧情、小墨尘、秋明全都被关进去了。这小天是打我打了，应该是打了四次，前面应该还有三次，连续四次全都失败了。这里为什么突然间咱们就变得那么无敌？这我们先出来拉一个这个特训啊，为了待会儿揍这个武汉，拉这么一下。为什么突然间那么无敌？就是因为我把这个魂骨调了一下，因为就给他两个这个魂骨就行了，还是要牛能站得住，这样的话我就能把他打死了。就是和昨天针对武汉是一样的情况，只是今天针对的对象变成他了，所以他就很惨。然后最好是去27，去27的话也可以啊。我们三分钟的时候过去啊，先把这个打了，对吧？然后看这个还是有人在挑战武汉的，这个是他们工会的吗？应该是。为什么士兵少了几级是吧？那个被屏蔽了。我发的话肯定是连着发的，但是呢，他这里就会显示。啊，什么什么不易公开，仅自己可见，它就没有了。这个18的中和上，它就没有了。抱歉啊，这不是我能掌控的。然后现在呢，我们可以把小胡子揍了。现在我们就要上去了，把这个小天放出来是吧？哎，让他开始咬人了。他刚才能打我的时候嚣张的不行，后面一直骂咧咧的，现在就感觉蔫的不行。一打四来了是吧？好，我们2分21秒结束啊，现在就开始冲击，直接打，直接打，直接挑战啊！正在被挑战。来看一下啊，好，第一次失败了，休整20秒再试一下。他是两角色，哎呀，我这个是这样子的，我要是在复活点就好了。好，有人帮我打了一下，让我血量恢复上来了，但是他的血量也恢复上来了，我打他是有这个概率的，这个确实是很猛，我干不过他也正常。这儿现在他们工会的应该会打我，也会打他。这里看一下，好，这一次是我赢了，然后我工会的同学给我加一下血，谢谢。然后我们还有1分38秒结束，这儿我们就听天由命啊。然后武汉是在这儿，这里面其实很难出来，你这里面的人疯狂去挑战，对吧？你大家都，现在过来可能有点晚。我方遭到小土豆挑战，战斗胜利。好的，就是武汉他必须这里要没有人打他，就是这里的人有很多的，这里有很多人啊。你看这里这些人都是我们的友军，我们友军去打别人，这样的话他就打不了我。然后我的话，我队友也打一下我，对吧？1分5秒钟，我直接艾特全体打我。对吧，赶紧打我是吧。这武汉现在你看又在开始挑战了，他这点也不太好点啊，他点一下然后还要再确认，然后还要再挑战。我的小五的话是死了是吧，这死了个草还是有点难受的。还有47秒，他有城主加成，那我也有啊。来来，我赶紧叫大家来打我，疯狂打我，应该提前说的。你看一神来打我了是吧。哎，这里真的是被斗到这儿实在是太无奈了，上次我就是在这儿一直打不了人，气死我了。有人说不充钱玩不起来，这里哪怕被他拿走了这个也没有办法，我们最后就听天由命，最后的20秒，赶紧打我，兄弟们，使劲打我，使劲揍死我！这是现在是谁在打我？我的天，小优，谢谢谢谢，再打我，再打我，再打我，还有9秒钟，你看他，哈哈，这个一直有这个，就是他打不了我，然后又在挑战我，谢谢谢谢谢谢，哎呀，终于拿了一次城主，不容易啊，兄弟们，很好很好，这儿原来就是这样就可以拿城主的呀，啊，拿落后的，笑死了，什么鬼？